我叫孝儿，马迪亚斯·孝儿。你设置的炸弹还在，不过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必须向前推进，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优势。以总帅之名祝福你，朋友，祝你一路平安。真正的战斗即将到来，海军总帅。别闹了，坦德瑞，听到这种称呼还是很别扭。我一直觉得德瑞克会接任海军总帅，但他终究还是没有活下来。我一想到那些部落的恶徒抢走他的遗体，还吊起来示众，他是想激怒我们，想让我们冲动犯错。我们绝对不会上他们的当。我总是在想，父亲和大哥会怎么带领库尔提拉斯走过这一切，想着这些年的风风雨雨。恐怕德瑞克会对我的作为感到失望，特别是我对你做的事。真的，父亲虽然严厉，但他一定很高兴看到我们能再次团聚。我们都犯了错，不过我们会安然度过这场风暴，亲爱的。一家人一起，很高兴看到你回家，珍娜。我想我们，这是什么？小心！海军总帅，部落正在攻击吊点码头。你找海洋之女有什么事？我们都有挥之不去的过往。部落因为诺尔威顿的攻击行动士气高昂。他们再度发动攻击，这是迟早的事。我们会让他们知道攻击库尔提拉斯的下场。母亲，我需要你出动步兵和医护兵。我会立刻派他们前往吊点码头。珍娜，坦德瑞，出动精锐舰队攻击他们的侧翼。遵命，海军总帅。那你呢？我会从正面迎击部落。哈，他们怎么可能赢？姐姐，给他们好看。珍娜，不要独自行动，至少带泰利亚和这位勇士一起去。好主意，母亲。勇士泰利亚，跟我来，我们要横越提拉加德海湾到运河那里等我。泰利亚，吊点码头的情况如何？
你觉得部落会来攻打海门吗？我觉得会。我们一看到艾泽莱精研炸弹，就知道他们想做什么。我的巡逻队和义挺队正在奋战，但敌人源源不绝，我们抵挡不住。风心是我们速度最快的狮鹫兽，所以派我去发出警报。有一名普劳德摩尔军官快带到黑暗游侠了，我去帮他一把。只有这个办法。你做得对，泰利亚。有时候就是没办法做到万无一失，但是我们会尽力而为，而且不会放弃希望。做好准备，就在前面了。我们前方的路还很长，如果你不控制力量，就会被力量控制。我知道该做什么。我们不能让世界堕入黑暗，不要轻易相信别人。情况如何？再见。想找个零件，小机械，或小玩意吗？我们随时能面对任何挑战。
要先选定目标。我还没见过杀不了的海怪。我还要去杀海怪。我玛瑞亚的羽毛啊，你吓到我了。你跟得上吗？一体可以解决任何海怪。想找个零件，小机械，或小玩意儿。
要先选定目标。现在不是做梦的时候，绝对不会让接下来的路会充满艰辛。星星之火可以烧掉整个世界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
他太远了。跟得上吗？我会尽力而为。联盟屹立不倒。真正的战斗即将到来，我知道该做什么。